这个世界有多甜，眷顾平凡的少年，借你的笑颜，地球转一圈，好把一辈子晕眩，别都听我的心愿。第十七届上海电视节樊玉兰奖观众票选最具人气奖的女演员是杨幂。杨幂见证孤单的终点，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，将未完的预言都实现，锁在日记手写的思念，你发足狂奔，赶来拥抱我的长街。我不管他们说多少至理名言，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，就用这青春的手掩散永远的月。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学习心还挺厉害的，因为要接到各种各样的真的或者假的消息，还要顶住别人的端端的揣测。但还好他们都跟我一样坚强，有的时候反而会给我更多的力量。世界上最可爱的小蜜蜂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曾经我以为天上的星星已经很亮了，直到看到汇聚到一起的你们，我才知道星星不算什么。蜜蜂们加油啊，你们是最胖的。走过了十年，已经上天了，我们继续走接下来的十年吧。好，谢谢大家的不离不弃，谢谢，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